你们俩有啥事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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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俩
你俩咋回事嘛？在咱村，谁不知道你俩关系最好，从小发到大的。这今儿个是咋了嘛？为了个啥嘛？主任，他无赖，他借个钱不还。谁无赖？你胡扯啥？谁胡扯？你胡扯！你胡扯！你胡扯！你借我的钱你不还，你俩当着主任面胡扯啥呢？我算钱样人得？你胡扯！好了，吵吵闹闹的，能把事情说清不？啊？等我坐。你说到底咋回事？我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可就是把我妈说不通嘛。看来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妈的思想了。你说咱俩都在农村住，在城里边买套房，那确实不方便啊。我妈真的是爱慕虚荣。其实我能理解，那个当妈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一点。哟，浪漫的很嘛。龙哥，你咋洗到这儿来了？你有啥事？啊，要不该加上。啊，那你俩说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行。哎，龙哥，有啥事你就说。哎呀，那个。哎呀，龙哥，有啥话你直接说，咱俩谁跟谁呢？对了，你最近手头宽裕吗？我想跟俺舅在城里做一件水果生意，这本钱还差一点。有是有，这些年积攒了8万块钱，可是这都是留给我结婚用的。哎呀，兄弟，你放心，你啥时候结婚，你提前给我说，我帮着还你，不误你事啊。能行？不行，8万块钱咱辛辛苦苦攒下的，给你结婚用的。妈，魏龙早说了。等我结婚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还给我的。谁都不想，前天你要过来借2万块钱，我都没给。妈，你不相信别人，但是一定要相信他呢。他是跟我一块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呀。凭啥相信他？万给不了，你婚结不结？你妈不同意。啊！我可是你不同意。算了，我也不为难你了，我另想办法。哎，哥，你别叫我龙哥，咱俩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走你阳关道，我过我一独木桥，咱是几十年兄弟情分，就不这几万块钱，人死人情，薄不自由。龙哥，你听我跟你说了，你还说啥说啊？你知道我为啥带你来这儿？你想一下，当年咱俩一块在这抓螃蟹，你都掉进去了。我都记着呢，当时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的，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捞出来的。你还记着呢？我以为你都忘了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永远不会忘。龙哥，你实话跟我说，你做的我生到底可靠？肯定可靠。俺舅在城里边做水果生意，人家把钱挣没了，所以我想跟人家一块跑的。比咱俩在城里边打工挣钱多了。原本我想着自己捅起墙肚子，等生意好了，我带着你一块挣钱。可是谁知道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你。你又不借给我钱，我给你收下有啥用呢嘛？啊，坐了。哎，龙哥，咋？我给你。你给我？就算你想给我，钱啥事在你妈手里包着，你妈为管你能过？
数呀，挣点8万块钱。做啥嘛？你相信我，俺能不相信你的？你这是我的好兄弟，可是你这样做，你妈知道了咋办？俺妈玩，我会想办法应付。你做生意要紧，龙哥，这是我跟俺妈这么多年的积蓄了。等我结婚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……哎呀，你放心，你帮哥这大金忙，哥是不讲信用话，我还是人不？要不是这，我一打借条。算了算了，条子算个啥？不就是一张纸吗？我要是不相信你，你我条子写的再好，我都不可能给你。我既然相信你了，还要条子干啥？哎呀，看你这话说的，前兄一条命算账呢吗？你不问我要借钱，那是你信任我；我要是不给你借钱，那是我不自觉嘛。你看，我这儿也没拿笔跟纸，找俺一个事，要不明儿你到我这儿来，我一把钱就打好。有啥事？有啥事？你揣的明白装糊涂。8万块钱，这时候8万块钱咋没有了？妈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昨天晚上我趁你睡着，把折子拿出来，把我钱取了，给魏龙了。今天家里来放个东西。爸，你别生气，这钱魏龙他是一定会还给我的。8万块钱呢，是咱辛辛苦苦攒了多少年的钱？你给魏龙，魏龙给不了咱，还不了咋办？你今儿就给我要回来。妈，我都已经把钱给不起了，我咋往回要呢？好，你不要，我就要。哎，我都20多岁的人了，你就给个更面子吧。哎，你气死我呀！川子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我跟俺媳妇她就在城里做生意时候，问她借钱不借，可是他妈压根不同意，就没给借给我嘛。哎，李章，没有你这样子我人家，你来，吴龙，你让李章把话说完嘛。李章，你说，主任，我女朋友王花给他妈做了1年的工作，终于把他妈说通了，他妈不让我在县城买房，同意俺俩结婚了。妈，那个过期哈，过期哈。你跑这儿来干啥来了？有啥事跟我打电话说吗？这个事啊，电话里边不能说，我当你面儿说，都是想看看能把你高兴啥样子。哟，是有啥高兴的事呢？赶紧跟我说。啊？真的？真的。呀，太好了！你是咋样把你妈搞定的？乔三真虎，声东击西，围魏救赵。哎呀，36计全都用遍了。瞅你鬼点子多。哦，不说了，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下嫁妆的事。哦，行。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阿姨，拜拜。再见。哥们儿。妈，好事，大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啥好事嘛？王华他妈不让我去县城买房了，同意俺俩结婚了。呀，那真是好事嘛！是这，你赶快到陈荣啊，说咱把8万块钱要要回来。好，我没想到的是。我去问他要钱，他居然给我胡上枪呢！龙哥，哎，李章，哎，你不要命了？你有啥事给哥打电话给哥什么？你往车前头跑干啥？别窜了，咋弄？龙哥，我女朋友他妈终于同意俺俩结婚了。我这不是着急要办婚礼呢吗？啊，你结婚呀？啊，哎呀，那是好事嘛！有啥困难，有啥帮忙，你给哥说，可给你想办法。哎。其他啥忙你就不用帮了，你就是把我8万块钱还给我就对了。八
八万块钱？哎，啥八万块钱？哎，你胡说啥呢嘛这？我啥时候拿你八万块钱了？不不不，龙哥，你可不敢开玩笑啊！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就在村口的那个树底下，我亲手把我八万块钱交给你的呀。你说过，等我结婚的时候，你都还给我呀？呸！你这啊，有你这么恶人的吗？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睛。我跟你说，你再找他胡说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的。老哥，陈卫龙，你咋你？队长，你结婚有啥困难？你跟我说嘛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就算我没有钱，我给你给别人借，我都给你忙忙帮的。你不能这样子胡说我人吗？好，龙哥，那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是跟我在这开玩笑呢，还是真的不认账了？瞧你这种无赖，我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吗？看来你真的想来账了。我耍赖，我没借钱，我咋耍赖了？好，你不承认，我有说理的地方。走，咱找主任走。走，放你放走。我现在结婚需要用钱，他就不承认了。主任，你给我评评这个理。卫龙，那这都是你的不对了。人家好心好意把钱借给你了，你不但不敢借人家，不按约定时间还款。你咋还跟他赖账呢？主任，你甭听他胡说。我原来都说过，由于他妈走了，他压根就把钱没给我嘛。我做生意钱是个另想办法。李长，在咱村你说，谁不知道咱俩的关系？你娶媳妇有啥困难，给我什么，我给你想办法弄嘛。你不能这样子恶人嘛。你，哎呀，你俩究竟谁在这说假话呢？他。李昭，你说你把钱借给他了，你有啥证据吗？有呢，当时我在村口的树底下把钱给了他，第二天晚上我去查我，他当面给我打的借条。借条啊？这个借条还在不在？在，肯定在嘛。那你把借条拿来，这事情不是明了了吗？虽然说在理嘛，啊，你把这借条拿来，谁是谁的不都明了？你还在这嘴硬呢？我看我把借条拿过来，看你咋办？赶紧去，这个好来了。哎呀妈！你看哈，那一个好心好意把钱借给你，你不认账，你还打我啊？你是人不是人？是，你甭瞧你儿胡说。我啥时候借他钱了？我把条子都拿来，你还在那胡说？卫龙，你也太不像话了啊！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，你还跟他胡说啥呢你？主任，你好好看，这钱上都不是我笔迹。队长，你讹人讹的好啊，这钱咋来收的？你都能用？你说啥？这不是你的笔迹？哼！你看，条子写好了。好，这样给你妈一个交代嘛。还是咱兄弟俩，总没必要弄这事。你胡说呢？你敢说这不是你的字帖啊？你可是为天当场给我写的，你能不承认？哎，李昭，你说这张借条是他当面给你写的？哦，就是的，当面写的。李昭，你胡说啥呢？你编假字画纸钱，你能不能跟师傅学呀？我说假话，从小到大一句假话没说过，查起谁知不道？我娃诚实，你现在连胡说，把假借据胡说。你甭说，你让我跟他说。魏龙，事实面前，你敢不承认？我不是，我现在就承认啥？好好好，都别干了。现在到底借没借钱，关键要看这个借条是不是真的。虽然说句话在理，你还说到点子上了。主任，你说的有理。要看这张借条是不是真的，咱得请有关部门对这个借条做个技术鉴定。你两个向县法院写个申请，县法院通过公安局啊对这个借条做出技术鉴定。行行，那好。哎，公安机关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妈，你着啥急呢？这过几天结果才能出来呢。你刚说实话，到底把钱给他了没给他？妈，我长这么大，我啥时候说过一句谎话？那一天我不叫你把钱借给他，
伢偷着把钱借给他，万一不是他的笔迹，那咱这钱不是叫大风刮起了吗？妈，你放心，这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肯定错不了。我清楚的记得，伪证字条就是当着我的面写的。这鉴定结果一出来，看到咱来账了。你现在还有啥话要说的？啊？前几天你还一口咬定人家魏龙当你的面写的条子，公安机关鉴定结果出来，压根就不是人家的笔迹啊！分明在这儿骗人家的。队长，这样的事实摆在你面前，看你还有啥辙的？我当时不应该在火里边去救你。不但不知道报案，还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来陷害我？队长，我跟你说，从今儿开始，我看不起你。哼！程伟龙，你会咋报应的？你跟我说，钱到底弄哪去了？你给我把钱再找不回来，我也都不想活了。爷，婶，咱大家都知道你找我娃原来是个好娃，可谁知道我是个哈怂嘛？我没借人家钱，人家就非说我借了他80000块钱，结果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啊，你说我借钱是个假的，你这还有这人吗？我是骗人呀，就是人家挣钱的，你找咱就是一个不知人门，咋个能做出这事？年纪轻轻的好好做人呀。队长，队长，王华，你咋了？队长，你真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好好看看朋友圈，你看别人把你整成啥子了？看你再狂，真丢人。王华，别人不相信我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？公安机关鉴定已经出了，你让我咋相信你？你好好看。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，咱俩分手，咱俩分手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老天爷，我求求给我说句公道话吧。这种钱没有，人家公安机关鉴定书都出来了，啊，主任都下定结论了，你说我哪来没有？那你跟俺哥在前做生意，我钱哪来的？我做生意我钱哪来的？跟你有啥关系呢？我就怕你坑人害人，我跟着受灾呢嘛。你意思啊？我把李钊给哄了？你心里清楚，全村人都知道李钊是个好娃，这村里2000多个人呢。李钊不问别人要钱，找你要钱来了。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照你这么说，我把李钊钱也坑了。这话是你说的？好，你胳膊肘子往外拐啊！李钊好，李钊好，一个李钊过去。你还不好说，只要人家李钊喜欢，是不是哪天真跟人家过去了？你。老头子，找着恶人的事到村里都传遍了，唾沫星子把人都能碾死，我都没脸活了。真的是假的？妈妈，东西！妈，你别生气，这钱魏龙他是一定会还给我的。
说，钱到底弄哪去了？你给我把钱再找不回来，我也都不想活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了。当着你爸的面，那8万块钱到底咋回事？妈，俺爸走得早，我从小到大，你都教育我要老实做人，诚实做事。你说的每句话，我都记在心里面去。我是不会远去卫龙的，杀害了你。没了我的钱，还猪八戒倒打我一耙。那公安局咋鉴定的时候，说条子是个假的。钱我真的给他了，这借条也是我亲眼看见他写的。这谁知道鉴定结果会这个样子？妈，我是浑身整顿，我说不清呀，我。娃呀，其他人不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总有一天会把事情搞清楚的。我真是人，哼！我魏天只是从美食地旁边过去，看见一个人躺在那血肉模糊的，我也没想到就是你。队长。我就是来给你谢罪。哎，你包谢罪，你有啥罪呢？队长，你借了我8万块钱，俺忘是坑你，还给你胡造谣。你把我坑，你终于承认你把我坑了啊！陈有龙，我娃把你救了，你才说实话。我娃再不救你，把黑锅给撒着背。妈，啥话都不说了。我就是有一点想不明白，明明是你当着我的面给我写的借条，为啥公安局鉴定说不是你写的？难道仪器出错了吗？仪器好着，是我偷梁换柱骗了你。喂，你好，谁？高中同学？那高中同学？我猜不着。喂喂，哇，一看就骚扰电话。瞧起好了啊，你给我2万，你的6万才能保住，否则的话我把咱俩的交易告诉李长。啥？江波写的？那江波的字体为啥跟你的字体很像呢？为了骗你，为了蒙你，我让他照着我的笔迹练了几天。真没事，你是蓄谋已久了。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你为啥要害我呢？他受苦送不了钱，媳妇成了纨绔。我知道你攒点钱准备结婚，我都心生邪念。啥话都不是，你当年救了我，我一直背着你的恩情账，从今往后咱俩扯平了，互不相欠。李长，扯不平我欠你几辈子花不完。当年不是你自己叫河里，是我把你推进去。这又是为啥呢？你从小到大啥都比我好，学习也比我好，老师整天夸你批评我，我回到家里俺妈俺爸成了什么不如你。那一天你抓螃蟹比我打的多，我咽怕我一口气，我就想着把你吓到火里头，让你多喝几口水报复。哎，
人呐！说的话，我在外边也听得一清二楚。